王牌对王牌第四季最后一次备采开始，最后一次采访，沈腾王牌对王牌的最后一次采访，花花最后一次备采开始。这一季把这四个人凑在一起了，很像爸爸妈妈，然后带着一个傻儿子跟傻姑娘，大哥大姐老弟老妹的这种，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。腾哥十厘米，腾哥十厘米。腾哥作为大家长，带领我们一路搞笑感动。大爷可能因为岁数太大了，现在感觉特别容易哭。大爷有时候自己哭得不行了，一看我哭了，还过来还想抱一抱我呀。时光要是能倒流就好了，真的。其实我一开始是有一点点害怕的。因为感觉自己不是一个特别擅长说话的人。希望大家就是我们有一个愉快的一个周末。哎，以前导演老让我说多 Q 他一下吧，不然的话花花好像一句话都没有。但是现在就感觉很好，感觉有一种花花心房打开了的那种感觉。累，走了。贾玲的最大的优势是，男人喜欢她，女人不嫉妒她。刚开始录节目很紧张，但是每一次，她都会主动拉起我的手，让我一点点不害怕、不紧张。小彤会比我想象的更加单纯、更加直爽、更加可爱。而且她做什么事情都很努力，而且很拼的。太高了，太高了，这么高！哎呦我的，希望。王牌家族不是结束，而是一个开始。未来还有五季、六季、七季和八季。我们赢了！你还没哭啊？我们赢了！哎呦！耶！我们还年轻，我们还有机会。崇拜那么多人有啥用？关键时候还得看自己哥哥。我觉得这一季我挺满意，也很知足。王晨宇。那我希望哪怕这一季录完了还能够经常出来聚一聚。那如果我要再来参加的话，我会好好表现。王牌对王牌第四季贾玲采访结束。希望明年第五季的时候我们四个人还能够在王牌重聚。其实十二期过得也还挺快的，对，然后跟大家一起相处下来，就是会发现真的是越来越变成一个很温暖的地方，哥哥姐姐们带着我一起成长和锻炼的一个地方。很感谢王牌对王牌。这个确实像他们所言，就像他们的家长一样。我问一下，这一季记得我来过吗？很记一辈子的。上一季我跟他一起主持的，然后前两天聊天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，你上一季也是常驻嘉宾吗？”他忘了，确实忘了。因为这一季为什么大获成功啊？就是因为把这几个人凑一起了。以前是两个分走，分两队。就这一季是真正意义上的有王牌家族这个概念的出现。对对对。对。到了最后一期。就是导演跟我说花花，我们那个第四季王牌的主题曲一直都没有一个属于你们的版本，说可不可以改一个版本出来。如果我要改这首歌的话，我其实只有一整晚的时间，第二天就要立马去工作。但我当时真的是一点犹豫都没有，就是要改这首歌，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太有感触了，就是这一季下来，然后我就很想把我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放在用音乐的方式来去表达。可能我不太会说话，但是那就是用音乐表达。改到了早上五六点。对，改到了五六点。在今天节目最后，这首歌将会作为花花送给 vivo 王牌对王牌的礼物，也送给你们。
世界有几十亿人口，闪耀在每一个角落。我是最独一无二的，荆棘在冬至夜都有，是妈妈无意有个头，在那些也靠不到。爱完一场来对决，没有时尚，我这是我主持《王牌对王牌》的第四个年头，也是第四次代表整个《王牌》的节目组，谢谢和所有的观众朋友告别。在过去的三个月当中，我们用真诚，我们用努力，带给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欢笑。这一刻，请大家记住舞台上每一张对于你们来说非常陌生的面孔。他们不断地努力着，在过去的三个月当中，不分昼夜的。用自己的努力为大家呈现了每一期精彩的王牌，谢谢，谢谢，大家辛苦了。